因为我感觉大伙儿都互相这个情绪不稳定的话，见面我感觉没多大意义，对吧？直播间所有哥你们，头发短了是吧？我来这边之后，来这边有点那个高原反应是吧？我头总晕是吧？这家干到一百五了是吧？以前的时候没有过是吧？到这边来这个干到一百五了是吧？这是杨整的小屋啊，直播间所有哥你们今天在我这个小屋里播呢啊，在咱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喜欢杨的支持杨打支持的，晚上好啊，晚上好谢谢啊，在咱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进杨的直播间呢，咱把账往上点点来，额头很亮，是不亮吗？亮不亮？直播间所有哥姐们，晚上好啊，晚上好英姐啊，感谢，鸡哥晚上好啊。直播间支持杨打支持了，欢迎我雨妹来。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把左上角的粉灯牌送一送来，一人送一个来。在咱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杨着脑袋亮是吧？反光了是吧？是吧？反光要好了是吧？你们希望杨着好吗？希望杨着好起来吗？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打了猪油吧头上？没有啊，没有猪，这位叔叔阿姨，人说那个这话怎么说呢？脖子大脑袋粗，不是大款就伙夫是吧？是吧？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这小伙真帅！哎呦我的天哪！今天你夸我，我同事说你是夸我帅的是吧？同事不是夸我帅的是吧？没人夸杨子帅啊！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杨子就是普普通通的来这边那个收点商货的，做商货。这咱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现在是伙夫了是吧？是阿姨啊，啥时候你们来说？杨子给你做个铁棍大哥啊！直播间所有哥姐们行吗？啊，直播间所有哥姐们，啊，在咱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你们啥时候来？杨子给你做铁棍大哥啊！对，这个他不能穿的呢。帅啥？蟋蟀的啊！每天我们就，去干个那啥，上市场赶个大集，上农村里收点商货。每天养着这些工作，我给大龙那个和那个谁做点饭是吧？有啥喜事儿？我说大哥，没啥喜事儿是吧？有啥喜事儿？养着有啥喜事儿啊？咱不得开开心心的吗？欢迎冰水姐啊！对我那个，我怕那个，待会儿一会儿给我提醒啊！换件衣服啊，帅哥一位是吧？啥帅哥了？蟋蟀了啊！直播间说一说，虎妞还没来呢。直播间所有哥姐们，你们都想看虎妞是吧？今天收了多少商货？今天就收了几样啊？收了一个，收了一个贝母，收了一个灵芝爆制粉，收了一个黑蜂蜜，枸杞，就四五样。我收的少啊，因为很多东西我不懂是吧？我跟他学习是吧？但那虎妞呢？去那个他们去文山了是吧？他们去文山去收是吧？我没去，杨子没去啊，杨子没去，因为我这边这两天我就把这个，地方收拾收，整干净是吧？换了地方直播是吧？对，仙鹤啊，仙鹤阿姨啊，大哥是阿姨的，都是好东西，确实都是好东西啊。因为他那边，少没那么多啊，没那么多是吧？没那么多，直播间哥姐们，虎妞来了没有？虎妞还没来呢啊，直播间哥姐们，他说他每天说八点钟来，我看看今天晚上，到时候一会儿。他来的话我跟他说了啊，大龙跟他说了，来的话他就来找我了是吧？你主动点喝过一下是吗？先喝大叔是吧？大叔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子子啊，啊芝子你好，芝姐是芝阿姨啊，你好是吧？你高兴大姐都很高兴。葛葛粉怎么吃？葛葛粉呢，他那个我不是特别的好啊，葛粉一般的都是冲泡的啊，冲泡的吧，因为葛根粉的话，因为它冲泡还有什么，早上吃的时候放点牛奶啥的啊，放点蜂蜜都可以的吧。对，杨子这两天，我今天上市场去了，市场上家还有葛根粉，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葛根粉，还有个叫什么粉，好几样粉呢。因为过两天我去一趟啊，我去去一趟，我在市场是吧？我杨子你们拍视频是吧？他现打的，现磨的是吧？对，他很多人搞集市，因为早上集市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自个家里头弄的是吧？支持你的一些工作者，感谢啊！
贝母卖了吗？贝母前两天不卖了啊，等于是三七粉是吧？对，三七粉、葛根粉，还有个叫什么？还有今天我看了还有几样粉，脑子现在记不住是吧？我说的大脑子粗是吧？几点直播？每天七点钟直播，下边七点钟预约啊！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们来，进咱直播间，杨直播间来把预约点一下来，预约好了告诉杨，预约好了，每天七点钟啊开播啊，杨准时准点的，杨这雷打不动的，除了有特殊情况。杨是不给你们直播了，那不每天晚上跟叔叔阿姨哥姐们咱都聊会天。欢迎我静哥啊，我也不知道心里有没有我是吧，应该那个童哥那个过两天马上到了啊，应该这一两天到了啊，都发出去了啊，都发出去了啊。林妹的话是这样啊，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林妹我没去见啊，我就大新去了，大新今天我就叫他去了，他那个因为大新跟大龙他俩这个争执啊不一样是吧？林妹那个林妹确实挺不错，我有什么说什么，人鼓起勇气来南方看杨子，这是人那个就是很厉害的啊，像我们东北话一个女孩鼓起勇气就很不错是吧？但杨子红糖贝母说到是吧？对，你们那个红糖贝母的到时候那个吃的时候啊，贝母吃的时候搁里一蒸下就行了啊，红糖泡水喝完，这个冬天晚上都好，都实用啊啊。没事的，直播间哥姐们，羊肉都给你们发走了，你买的都发走了啊，买的都发走了。就虎妞她受伤后，我把它打包打完是吧？因为直播间所有帅们，我羊肉为什么说不见啊？您妹这块不是羊肉狠心的啊，大哥大姐们，我感觉这种情绪的时候啊，我想叫林妹去冷静一下。毕竟羊肉说的话，因为我当初那时候情况啊，你们也看见了。但林妹说的话，你来找我了，对吧？昨天晚上直播间她哭时我都提醒了是吧？啊，提醒两次。叔叔阿姨差不多给我拉小黑屋见不着你吗？但是啥呢，就是我说心里话啊，都过去了啊，那个笑话人生大哥是吧，都过去了，杨子没那小心眼是吧，把林妹介绍给大龙是吧，林妹要真同意啊，我说实话啊，大龙一直那时候在江西拍视频的时候，大龙说心里话他真挺喜欢林妹的是吧，这心里话啊，因为当时有一天晚上我和大龙那个喝酒的时候，大龙跟我说，就是我们俩哥俩说那时候林妹说就是在山里他们特别朴实嘛，啊，特别朴实吧。完了之后那个大龙说的话说哥，你要不先追林妹的话，我就可追林妹是吧，是吧？但是杨志说的话，大龙总心里吧，昨天晚上他嘴臭牙硬是吧，他心里总说啊，我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我不可能说大哥啊喜欢的女孩的话我就喜欢是吧。但是我昨天跟他说很清楚啊，我说你真正，我说大龙你就真喜欢，我说杨哥不是让给你是吧，我说这个感情这块随缘的，对不对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感觉说对不对是吧？那杨子说呢，在心里说一句话啊，杨子心里现在已经没那个没有林妹是吧，因为我整个心彻底伤透了，就是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就是我不可能说再去找他，对吧？咱们就说咱是好马了，好驴了是吧，杨子也不是啥好马，也不是啥好鸟，但是呢回头的话杨子不可能回头了。我想的就是大新劝劝能稳定稳定的，对吧？他要不走的话，杨子请安排吃个饭，把话说清楚，聊清楚，对吧？但是他的这个情绪这种情绪的时候，杨子不会去找他，是吧？我说实话，因为情绪非常不稳定，你再不稳定，我去找的话，再出点什么事不合适的呢？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的感觉能理解杨子啊，就打个理解是吧？他追不了，因为没。娶不到林妹是吧？是，真是是吧？他追的话，林哲要熊的话，比熊我还厉害是吧？是吧？大龙要追林妹的话，我说心里话啊，那林哲的话，熊他的话一来一来是吧？对吧？因为林哲的话，真不是一个什么好鸟是吧？实话是吧？林妹是姑娘，确实挺不错的啊。人家杨子有什么说什么是吧？到始到终，杨子一直说林妹。很不错是吧，但是啥呢，林哲的话，这是这里边参与的话，林妹的话，基本上我还说句话，别说大龙了，就是大新也好，就是谁也好，跟林妹在一起的话都不会幸福哪儿去，真的啊。因为林妹的话，她要想有一天，因为好多粉丝跟我使劲说是吧，说杨哥你要真要跟林妹在一起的话，林妹和林哲是必须断的是吧，对吧？要不断的话，杨哥你永远幸福不了是吧。其实这点我一整早就感悟到是吧，所以说那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杨子不可能再去找他是吧？对，林哲的话，
这两天的话，今天跟大龙不说了吗？打电话说了就说，这两天要来，他姐来，他要来是吧？就来找我谈一谈是吧？对吧？问我说的话，他姐大龙跟我说的，今天上午我说问他姐哪儿不好是吧？是吧？能舍这大脸，家里父母同意了，对吧？又跟小王不在一起了。他弟弟原话跟大龙说的是吧？一会儿大龙来，你问大龙了。对吧？所以说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能点赞帮杨点赞，能分享直播间分享直播间，啊，能送粉弄牌送粉弄牌，左下角的预约每天7点钟开播，咱预约一下好吧？每天看看杨子直播，哪天杨子给你们夜里的话说或者晚上，咱们给你做出什么菜也好啥也好是吧？今天杨子把这个天麻炖鸡啊，说那个鱼头炖那个天麻，杨子视频做完了是吧？还没剪完呢啊，刚刚做完，因为我说了每天大伙拍短视频，但是今天上午很匆忙，因为大兴不在。大兴去找林妹是吧？大兴找林妹，那个大龙的话，今天这两天呢，也弄得挺不舒服是吧？昨天晚上他说完之后啊，感觉这直播间对林妹说这话的时候也挺过分了是吧？他昨晚跟我回来跟我聊天说杨哥，我昨天晚上跟林妹说这话是不是过分了是吧？因为当初林妹对我也挺不错是吧？在江西是吧？做饭也好，是洗衣也好，都是林妹给我做的是吧？是吧？说昨天晚上在说林妹是吧？我说没事的是吧？我说两个人意见不统一很正常的是吧？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大新昨天晚上人的想法呢就非常简单，说杨哥你们俩好一回，因为大新是跟我管酒馆，直播间叔叔刷一们你们知道吧，大新是从管酒馆认识林妹是吧？因为他俩相处时间比较长，那酒馆没开多长时间，开了一个半个月左右，对吧？但是大新呢将近两个月嘛，大新的话心里的话对林妹是非常佩服尊重的，他从另一个角度想，因为他当兵出身，直播间叔叔刷一个你们大新非常正直的，直播间你们知道的啊，就是大新是非常正直一个孩子是吧？他为啥从杨子这么不行，他也从那个从义乌来大老远又来找我了是吧？真的叔叔阿姨哥姐们，这每个人那个有优点有缺点，所以说叔叔阿姨哥姐们就是也别怪大新是吧？就是龙的想法对吧？但是我坚持我的想法，真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感谢点的小赞啊，感谢我倩倩姐啊点的小赞啊，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把赞往上点点来。能分享直播间帮杨子分享直播间，来哥哥姐们来，喜欢杨子分享直播间，感谢我直播间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啊，感谢我直播间所有大哥大姐们。虎妞好，虎妞好，带你好运是吧？虎妞的话确实她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性格吧。大新小是大新二十五六是吧？想看大龙是吧？我郁闷啥时候你看大龙，说你来你从深圳来，这个大龙驴脸长得长着。你啥时候来？啥时候来那啥？来这个云南的时候，我叫你看看大龙，给你介绍是吧？虎妞来，他说来是吧？那今天晚上，昨天晚上就去文山的，我不知道回没回来呢啊。一会儿我问大龙回没回来了，因为我是这样啊，杨子我不会去主动去联系虎妞的是吧？实话啊，我一个那啥不会给他发是吧？因为我感觉说，不是杨子坚持啊，也不是杨子说不喜欢人的，我是那种喜欢，我昨天说了直播间说完了，是一种敬佩的喜欢啊，不是说那种爱的喜欢是吧？因为两个人刚见着面，大哥姐们说完了，咱们谈不上喜欢，是有缘分，我们俩相识都认识是吧？还都姓杨是吧？啊，这大吉认识是吧？但是我们不是说认识了相识相知了就是能说在一起是吧？林妹，我不想说林妹啊，但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问我和林妹昨天这个事怎么去解决呢？杨志向你们汇报一下是吧？对吧？杨志是没有见的是吧？对，有林哲在的话，我不会跟他再去深入的，因为林哲确实是啊，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林哲确实在我心目中已经到极限了，在我心目中是吧？咱没有，我达不到恨啊，我只能达到啥呢？就是这孩子我他的姐在一起的话，我感觉。在我们没有什么意义是吧？唱首歌吧是吧？你们都想听歌吗是吧？都想听歌是吧？唱歌是吧？先聊聊天吧，哥哥姐们啊，咱们预约都预约了，这左下角预约都预约好了吧？来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们，把粉丝灯牌送一送来，把粉丝灯送上，杨子给你唱首歌来。把粉丝灯牌送一送，哥姐们行不行？把等着把粉灯牌送进来，左上角的预约啊，预约咱点起来。我杨子给你们就做开场吧，唱首歌行吧？把预约和粉灯牌做起来，好不？哥姐们来，先来一首什么歌呢？
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们、叔叔阿姨来，把预约先走一走来，把左上角的分玩点进来。东北人，咱唱两首东北的歌曲啊！直播间所有大哥大姐们，我唱一首东北的歌曲啊！直播间大哥大姐们，咱带着欢乐，完等着一会儿他们来了之后，咱们得聊一会儿，好不？叔叔阿姨哥你们，左上角的粉灯牌一人送一个，两个一人送一个，来直播间送出叔叔阿姨们，有小花小草的，在杨志直播间，哥哥姐们，咱们把这个在杨志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把赞往上点一点，来左下角预约点一点。左上角粉上盘的能分享直播间，分享分享直播间。杨哥给你唱首《家在东北》，来感谢丹丹，来一首《大东北是我的家乡》送给你们。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们，把赞点一点，来小花小草走一走，来粉丝灯牌送一送，先来个开场，热身。来外边的啊，进入杨哥直播间，往里进进来。来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来把赞把公屏赞着了，点一点，来哥姐们，来能分享直播间，分享分享直播间，感谢直播间所有大哥姐们，感谢我英姐送的小红心，给我英姐给的关注，来风吹麦浪稻花香，黑土地养育着咱的爹娘，每年的冬天都大雪飞扬，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荡，清澈的小河在潺潺流淌，东北人爱吃那酸菜血肠，秧歌扭起来人们喜洋洋，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哥们儿相聚举起整二两，醉了月亮暖了我心肠，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我就在这嘎达土生土长，东北人的情，东北人的爱，贼拉拉的爱你呀我的家乡。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哥姐，感谢你们清唱的啊，杨让你们清唱清唱，把赞点点，能分享直播间分享分享直播间，直播间说哥你们来，欢迎海哥，欢迎直播间所有大哥姐们来，能分享直播间分享分享直播间，直播间所有哥姐们来，最近把给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带来了欢乐啊，祝你们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的啊，吃饭饭香，像杨人脑门热亮，感谢我小小阿姨送的红心。风吹麦浪稻花香，黑土地养育着咱的爹娘，每年的冬天都大雪飞扬，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荡，清澈的小河在潺潺流淌，东北人爱吃那酸菜血肠，秧歌扭起来人们喜洋洋，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我那吹出了美美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醉了月亮暖了我心肠，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我就在这嘎达土生土长，东北人的情，东北人的爱，贼拉拉的爱你呀我的家乡。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整冒汗了是吧，一首歌干冒汗了是吧，行吧，是不是阿姨哥姐们，杨志是不是给你们带来快乐，快乐打个快乐，感谢我海哥送的小红心啊，给我海哥点点关注啊，感谢我珍姐送的小红心，给我珍姐点点关注，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你们晚上好，花姐啊，直播间所有大哥姐们送小红心都点点关注啊，唱的真好，感谢我兰姐啊，感谢啊，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快乐打快乐，来直播间所有大哥姐们公平的快乐，给杨志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打个快乐，对吧，唱歌啊，进你直播间了是吧，进我直播间听到了是吧，感谢我燕儿姐啊，燕儿姐点个关注啊，新进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欢迎我乐哥，新进来外边的啊，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你们往里走一走，来来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快乐打个快乐啊，新进直播间给杨志留个小关小注，左上角的粉灯牌加一个啊，没有预约的每天7点钟杨志给你们带来快乐，直播间所有大哥姐们没有预约打个预约完事了啊，
把预约预约上，好吧？每天7点钟整时给你开播啊，咱们不见不散，每天都开播，好吧？叔叔阿姨哥你们快乐是吧？感谢感谢感谢啊，感谢感谢直播间送的小红心的啊，新进来的哥哥姐们都给我送小红心了，感谢大哥姐们加粉的门，感谢我家二姐啊，感谢直播间每位家人啊，每位哥哥姐们是吧？杨哥这到东北唱的真好是吧？感谢我静哥啊，我静哥那嘎嘎一嘎是啊，我静哥他做这个是吧？我山西大哥高大哥得关注啊，直播间很多哥哥像我坤大哥每天晚上到场的，还有那个香姐，还有那个啊芝姐啊，还有那个达哥啊，听心姐啊，雨姐雨妹啊，真的我能喊出名字啊，他们每天都来上我直播间来看羊是吧？但是直播间有很多人喜欢羊肉，不喜欢羊是吧？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很多大哥他不喜欢看羊肉知道吧？为啥呢？羊子啥的说话比较粗，说话比较糙，对吧？有时候得罪大哥的生气是吧？我坤大哥咋说都不会生气的是吧？感谢我辉哥送那个粉丝灯牌啊，但是姐姐们呢对羊子都够意思，对羊子嘎嘎的是吧？真的，我这些姐姐阿姨们对羊子真的是没说是吧？但好多大哥的话真是是吧？喜欢羊子真纯爷们是吧？是吧？纯爷们咋纯爷们完事是吧？欢迎朝阳哥啊！纯爷们打纯爷们完事了啊！直播间上人上太快了啊，上人太快了！我没想到这些人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喜欢羊是吧？感谢我秦哥的大啤酒啊！感谢秦哥啊！感谢秦哥，给秦哥抱拳了，给我秦哥点关注啊！虎妞今天晚上来吗是吧？方哥看虎妞了是吧？虎妞晚上来没有？大老公晚上虎妞来不来呀？啊，虎妞来没呀？来不来呀？几点来呀？前天点你的虎妞，把你送你们可忘了。不是我说虎妞，是直播间叔叔阿姨一个姐妹想见虎妞啊，叔叔阿姨们想见朝阳阿姨啊，你好朝阳阿姨，我没打电话，我没打电话嘞啊，我没打电话，我还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这个点估计还没忙完吧，这才7点不到7点半，一边吃饭一边看你看欢迎快乐人生活，他一般都是8点以后才忙完，对，一般他8点之后忙完是吧？大龙给力，大龙他每天给我拍视频，每天挺辛苦的是吧？对，今天我拍视频的给我，我每天的叔叔阿姨哥姐们都是那个都做那个菜吧，都把那个就是商户的菜做那个做我的视频里头，叔叔阿姨哥姐们每天我跟你分享是吧？回家怎么去做？因为羊肉吧，为啥说脖粗脑大不是大好有口福呢？是吧？现在脑门占亮了是吧？我感觉脑门也占亮了是吧？对吧？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羊肉每天给你们拍视频做做菜了，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也吃饭啊，把这商户知识了解了解，所以说那个好一点是吧？大龙的话，你看雨妹一直喜欢大龙着，是吧？雨妹着，啥时候你来时候，那个正好他没对象，给你介绍是吧？雨妹多大了？啊？大龙说问你雨妹多大着？大龙问你雨妹啥？你多大着？是姐姐还是妹妹？大龙脸长，这啥？长我这还能有多长啊？我这哪有那么夸张啊？这么长大雷脸呢？往里长征一样，两万五千里那么长。对，你俩大伙儿一起上，没法玩了吗？他属龙的啊，他属龙的鱼妹儿。对，他属龙的啊，对，确实挺不错的啊。鱼妹儿，你啥时候来的时候，杨哥一定给你介绍是吧？很出色的一个小伙儿啊，山东汉子是吧？山东人也讲非常实在的是吧？发光是吧？感谢发光，那个。咋说的？你们你回来，姐姐阿姐，啊，你们怎么说的？你们呀，现在想通了，现在还可以。想通了，可以。啊？怎么了？他现在不来了？他想通没了，现在不那啥，不闹了，现在情绪稳定了。啊，情绪稳定了。但是还是想再见你一下，不管咋的，还是想去见你。情绪稳定的话，那是到时候情绪稳定的话，那看怎么说吧，是吧？你要晚上不行的话，到时候你过来就给我连麦吧，说清楚就行了，我见面就见了，是吧？但见面连麦的话，你跟他说，你可千万别哭啊。嗯，对吧？把话说清楚完事儿，是吧？对。他要是想通了，趁热打铁，正好再好好说说他，让他回家就行了。唱歌是吧？唱歌咱就唱了啊，咱聊聊天啊，别聊会儿别那啥啊，因为杨子说心里话啊，就是。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想咱们聊天唱歌来，聊天公屏扣个一来，唱歌公屏扣个二，没事都没事啊，反正杨子没啥事，今天就聊聊天是吧？等到虎妞过来是吧？好不哥姐们，这首大东北给我唱的一下子嗓子就开开了是吧？一下就开开了，瞬间的是吧？
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赶紧说，这一首歌就把嗓子嚎开了是吧？哎，又说聊天又说唱歌的，要不你唱着聊吧？啊？唱着聊。唱着聊。嗯，又说唱歌的，又说聊天的，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是吧？再来首《迟来的爱》是吧？一妹儿的话，你想听《迟来的爱》是吧？感谢，哎呀，我香姐都干到十五级了呢，香姐啊，香姐都干十五级了呢。大龙出来了，大龙他不敢练，他都不敢露露馅儿，他长得驴脸是吧？不行，我那个脸太长了，那个手机那个屏幕就放不下去了。手机屏幕放不下去是吧？嗯，脸太长了。今天怎么林哲说？你说给你打电话说，说要来，他要来云南是吧？云南。啊。又给我打的，又换了个号给我打的。啊。然后好一个妈的。怎么说的？说是有关的，说是替大姐打抱不平，非得要我来。我说你给来，我说你不用见杨哥，我见你就行了。来，我好好的伺候伺候你了，我好好请你吃顿饭来。他敢来吗？嘴上是不是一直在说吗？一直在骂你，还骂我。你别说，他应该在我直播间呢，我刚才我看着他了，是吧？他应该在我直播间呢，是吧？不许吃的。天天来捣乱，就看你直播，天天来捣乱。对，他每天趴我直播间里说一个影子。半米长。那什么？你说这一会儿我就不愿意听了。什么叫半米长？明明是一米，好不好？一米长啊！山东的玲姐来了是吧？玲姐来了。就跟那山东大葱那么高，那么长吗？可能得有八公分吧。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不愿放弃的爱，那是我长久的期待，不愿保留。大长脸子，这谁说我大长脸啊？啊！我姨妹儿，我姨妹儿有对象了吗？姨妹儿啊？云南是个好地方，是吧？直播间所有哥姐们，你们什么时候来云南啊？没哭啊？哭啥着？没有哭啊？上哪哭？哭什么？哭什么？现在见着红妞儿，那个嘴都咧到那个后边了，他哭了他。杨子没有哭啊？杨子没有哭啊？因为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因为，我和林妹这个事情啊，我感觉都过去了。和好了吗？安吉尔没，我们俩已经分开了啊，我们已经分开了啊，我们已经分开了是吧？画个句号了。他来云南找我，来云南找我的话，我也跟他说清楚了是吧？这两天的话，那个今天大新不去了吗？刚才不你们说了吗？有汇报是吧？他这刚刚也冷静下来是吧？他一会儿的话，等一会儿，大新的话你联系他，他不会不忙的话。对吧？你就给我连麦，把话说清楚完事儿是吧？没事，连麦没事的啊，我不见面是吧？嗯。但是你刚才别哭啊，哭完别给我连麦是吧？行，现在情绪稳定了。情绪稳定了，估计差不多了。稳定了就行。对，你们喜欢杨志的，就是你昨天晚上很多人的话，杨志后边直播说，很多人杨志说，你说杨志，你说怎么加你联系方式是吧？完那个直播间所有哥姐们，我头像上啊。都有杨的小微微，我昨天特意设上的啊，
你们谁想到云南来玩了，到来找杨的时候，你就那个我头像上，就是你看我的头像上啊，上面有个小微微，完你加杨的，杨的都通过就行了，是吧？我到时候来云南玩的时候，杨的我上杨这块，杨的没有别的啊，来小院里做铁锅炖大鹅，咱们拍个视频，对吧？完了之后上杨这块之后，随便进的比较好一点的地方，杨的这块带你们去转一转，是不是？欢迎我黑哥，欢迎直播间所有新进的哥姐们。进羊直播间，所有大哥姐们喜欢羊的，给羊的给我喜欢小猪，好不，哥姐们？对，因为昨天很多叔叔阿姨、哥姐们跟我说，羊的说你那个你的联系方式怎么去联系你是吧？完羊的说了，我说真的，哥姐们，我说昨天晚上我把设在这个我的头像上了是吧？啊，设在我头像上了，你们点进去之后就能加上羊的了是吧？好不，哥姐们？每个人加羊的，羊的全部通过，你放心是吧？就这么真实是吧？玩的就是真实，好不，哥姐们？真实打真实来。点开我的头像就能看着了啊，直播间哥姐们，小微微就上面都有，对吧？谁喜欢啊上货的，直播间所有哥姐们，杨子慢慢去学习啊，杨子慢慢跟你们啊去找一些好的上货送给你们，好不，哥姐们？家人，对，因为很多人呢，他直播间呢总想问我和你妹的事情啊，但杨子说您既然来了，杨子跟你们说着，我不会逃避这些事情了，但我是不真不想见了，因为心已经伤过了是吧？就没必要再去走这一步是吧？就我走这一步的话，林哲给大龙打电话，大龙你说说林哲怎么打电话怎么说的了？林哲啊，对，林哲那天晚上不是说你把他脚给搞怀孕了吗？是吧？你大点声，你站起来大点声，你听不见？听不见，我嗓门这么大，他们能听不见吗？他说，林哲说你把林美搞怀孕了。我说你别在这妈逼跑火车了啊！我说你那个嘴比我那个嘴还能跑火车，明明是张假的，是不是？拿了个上网上扒个假图过来骗人，啊！然后又说是不服气，说是非得过来找你，过来收拾你，怎么着？哎，我说反正就个毛头小孩，毛都没长毛。我说你别再吓唬人了。林阿姨啊，是林姐姐啊，那个她没有伤我的心，对吧？但是你直播是应该没看见啊。他羊们伤不伤人心，伤了羊的心的话，直播间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应该都知道，对吧？羊子对他们家已经很非常够意识了啊。羊子不说别的了，是吧？他伤不伤羊的心的话，大伙儿叔叔阿姨哥姐们都看着眼里了。也许你没刷着我的视频啊，也许没我直播时你没看见，阿姨啊，不怪你是吧？但是你要真都看见之后啊，直播间所有哥姐们，我说句心里话啊，你就知道什么样什么情况是吧？我跟他们说一下，他们说只有看见客服，让我说普通，那我说普通话吧，有些山东话他们听不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看一下，就是左上角的杨哥来了这个头像是吧？点一下，这不出来了吗？然后就出来了哈、啊，出来就行了啊，点一下出来就行了，上面有啊，对吧？上面有小微微，你们加就行啊，到杨哥都会通过下播是吧？好吧，叔叔阿姨哥姐们，到时候你们什么不懂的时候，完了交流也比较方便，我杨哥到时候跟虎妞的话，到交流你们也方便是吧？是吧？对，林妹妹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杨林大伙，我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都是正能量的啊，全是正能量的。我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没有说怪林妹怎么地，林妹是个好姑娘，因为她家里她爸的事情，还有她弟弟事情，对吧？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我说心里话是吧？没有说林妹怎么地是吧？就是很多人喜欢林妹，你们该喜欢就喜欢，杨林没说别的是吧？就是你们该喜欢林妹就喜欢林妹是吧？杨子一点也没说啊，说你们喜欢杨子不喜欢林妹或者不喜欢虎妞，没那意思是吧？对吧？你喜欢他俩都行，杨子永远是敞开心怀的是吧？利他思维是吧？他们越好，杨子越高兴，实话，对吧？杨子这样幸福了，你们应该知道的是吧？对不对？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杨子走不到今天。怎么加上杨哥？怎么加上我的那个孟姐的话？那个刚才说的左上角大龙的说一遍啊。左上角那个就是那个羊哥头像那块啊，那我再说一遍来，就是咱这个左上角羊哥头像，看见了没有？看见之后呢，点开这个头像，对，点个头像的话，上面点个头像，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个数字的这个就是了啊，对，有数字就是了，但我下班都加你们完事了，好吧？德哥，其实你妹是对你挺好，我知道德哥啊，对我挺好是吧？但德哥，我们俩没法走下去，德哥啊，大哥，我不是说杨子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一下。左上角的左下角的预约啊，你跟说一说，叔叔阿姨很多不会预约的，然后新来的叔叔。对，那个哥哥姐、叔叔阿姨，左下角左下角有一个预约直播，咱点一下啊，点一下有个预约就可以了。每天就给杨哥在每天晚上七点钟准时跟大家开播，跟大家聊聊天。加太多了，杨哥的女朋友更多了。姨妹儿，你怎么这么说呢？姨妹儿，没事没事，他多了，给我跟大新一人分一个也行了。姨妹儿，至今呢，至今你杨哥现在还，至今还未嫁呢啊，姨妹儿啊，你啥事来，姨妹儿，杨哥都欢迎，对吧？你要喜欢杨哥的话，杨哥说你要咱俩投缘的话，咱俩可以深处一处是吧？都没事是吧？多深呀、啊？对吧？多深呀、啊？是吧，姨妹儿？实话啊。因为我和虎妞啊，我们俩之间就是生命的合作伙伴啊。大金的林妹她住哪儿呢？不远，我在她舅家嘛，不是？你这也就三公里吧，她舅家。她住在舅家呢啊。遇到虎妞人生精彩是吧？你们都感觉虎妞好是吧？是挺有缘分的，但有缘分的话，具体什么情况的话，还得说靠缘分走吧，对吧，叔叔阿姨姐们？先看一看虎妞是到底，我们俩刚认识的话，就是我还没深入了解啊。她在直播间说她没有男朋友，但深入了解我也得了解了解，对不对，叔叔阿姨姐们？里面情绪怎么样了是吧？里面情绪的话，大新说现在挺稳定啊。等一会儿的话，他稳定的话，一会儿他忙，你给他当问他不忙的话，到时候可以去连个麦子说一说是吧？完事叫他回去完事是吧？明天我把那个我整那杨祖军啥的，不拿那些上货吗？啊！到时候你给他拿，他要回去的话，把他爸爸他妈拿回去了。行，是吧？对，不能当爱人，也可以当朋友的是吧？因为我们俩毕竟没不是仇人是吧？因为我们俩不是仇人，但林哲这辈子我都不会搭理他是吧？对，昨天晚上直播间所有叔叔还跟你们是那个说虎妞都是他是我生命的班子啊，很多叔叔还跟你们下播跟我说，好多老铁铁粉啊跟我说的话，说杨子虎妞不适合你是吧？他说虎妞就是你生命，说生命的合伙人生命班子行，送我那商货，我们买点商货是吧？他说跟你俩说谈恋爱啥的，说你得考虑考虑，很多叔叔还跟你说说宝哥那个宝哥那啥那个大新昨天跟去聊的事情啊，今天情绪比较稳定了是吧？没事的宝哥啊，杨子没见面，这是都是我一次面没见啊，因为我说了不见就不见是吧？对吧，叔叔阿姨们，所以说跟虎妞这块就顺其自然吧，好吧，叔叔阿姨们，就达到什么点呢？现在达不到什么点，实话啊，就大佬不愿意调侃是吧？哎呀，没事大哥，你要是实在不愿意跟虎妞好，我也可以考虑考虑。看着吗？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你们听见了吗？你听见大龙说啥了吗？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我说的跟你说啊，我说你们不相信啊，杨子就看中这点了的。直播间所有叔叔啊，我喜欢你妹是吧？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我就看着大龙的心思是吧？因为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啊，虎妞说喝一个那个果粒橙。我亲自看着，果粒橙有小瓶的，完了之后大伙都说我都喝是吧？你大龙那个直接上面买是大瓶是吧？就是从细节都看着一个，就是这个人是吧？就是你我直播间所有说，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几个九点钟起来上集市呢，收点商货，上那个就农民家里收点东西。但是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们，就大龙就是那就那个劲儿啊，就这个，就脑子跟短路半就半下去了啊。他给我拍视频的，我中不满意是吧？就是有虎妞在我来我的院里是吧？拍的视频呢，就大龙老精神了是吧？那么啊，他来我敢不好好拍吗？真的啊，好好拍他们，你不得收拾我吗？你看什么啊？赖我身上？那不就是有虎妞在时候啊，就大龙拍的视频，我跟你说拍的就老好了。给我拍的视频啊，昨天给我拍的视频，我正好我这吃点东西，我喝啥？我拍的视频是吧？你知道给我整黢黑黢黑，你看着了吗？视频呢？杨子有那么黑吗？叔叔阿姨哥姐们着？哎呀，上一次虎妞在的时候，
用那个刀剁那个鸡，哎呀那个劲儿嘞，比谁都大。今天剁个鱼都没劲儿啊，哎呀嘞！我说你都没劲儿了，你怎么混入部队？怎么着没劲头了哈？嗯，今天剁了饭我尝了尝，哎呀，真不如在混入队的时候。都是朝鲜人都懂，你看，好记性都好记住了，都是朝鲜人都懂着。哎、没事啊，直播间所有叔叔一个姐们，就是大龙要真喜欢啊，叔叔一个姐们，直播间2800人，杨是说心里话啊。他要真喜欢杨日，让给我弟弟没问题啊！你黑还怪我了，就是，真的是差生的。直播间所有大哥姐们，杨日让给我弟弟，我真的我的，我说实话啊，好女人都喜欢。那林毅你，那林毅叔叔一个姐们，我和大龙必须得争一下是吧？就不让了是吧？让大龙还不让啊？我听叔叔一个姐们的。要不要大龙子？那就是我要要大龙啊！直播间说出来个姐嘛，就是虎妞一只脚踏两只船了，是吧？这还能让不让的？你得看人家。争，让人家说争，必须争。争什么争？不争，不让，不能让。你看，没有一让你的。你看，你说两句，整两句没词儿了。给大龙整没神了，是吧？林阿姨说让你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呢，太乱了呢。让不让虎妞说的算账？他心里一直，心里一直喜欢虎妞。第一天拍视频说的，他我就看着了，是吧？杨志眼睛不空啊，杨志也是过来人，是吧？说心里话啊，那一看着大龙啥情况？大龙那小眼睛眯眯眯乎的，是脸长的，眼睛眯眯乎。这虎妞一来呀、啊，就大龙那个。就是我今天我说的，我说你那家都就整个就精神头咔咔就起来是吧？哎，还不知道谁精神头大，哎呀嘞！以前那火牛当一般来打战的时候，真也不打了，叭下来就往我这跑，哎呀，我撵都撵不上，哎呀嘞！对，里面他来的时候说明他有情有义，确实是啊，有情有义啊。但杨子心里真的没有他了啊，叔叔一个姐们，别怪杨子啊，我真没有他是吧？假如我们俩真的沉下去的话，真的我不是他疯了，是我疯了是吧？没有林妹没啥意思是吧？是吗？